今天主要天气特别不错，我有朋友的这个朋友，是一样，然后他带我来吃这个酿出的一种经常能看到的一种野味，晓得吧？在等着我们这边一个叫橙子啊。哦，我们喝完没？你的橙子我们看看。哦，这些都是。好，现在一杯都没。杨总，来，这我们就可以吃啊。这种好，你看。 这种你看它这个长得有点怪，一般看不出来。一般不晓得。不注意哦，不注意看不出来，你不讲人家也认不得。你看到没有，这都是榛子哦。我们这地方到处都是。哦。这个又是浦江的这个榛子哦，树叶都在这里头包的。我们以后就把我们下去把它拿整出来吃。好、哦。这要剥开哦。嗯，要拿石头烤。 拿嘴巴头对的是吧？带到船上，鸭子烧人带到船上。鸭子烧人带到船上哈，行，完美啊！那我们下去。今天还不错，这东西就到处都是。一小哈你看没得这点子多哈。嗯。嗯。坚持吃这个，坚持吃这个时候。可以。我们鸭师傅这个拿咋个吃？因为一个壳了嘛哈，所以说属于是坚果。刚刚我听鸭师傅讲，这个榛子它其实是藏在这个皮子里面的，就是它外头包着层皮皮。 把它剥，然后鸭师傅讲，鸭子和菜干狗，要吃不喝最好是拿那个拿点种石头来烤哈，或者是回家去拿夹起嚼了嘛。嗯。哦。你看剥出来是这个样子的，这榛子剥出来是这个样子的，好油，你看。哦。但是肉还在里面呢，成。小心点。哈哈哈。 哦哟，这肉多，你看，像板栗一样，你们看没有？但是壳壳比板栗裙更多了哈，它的肉都是这个，哎哟，这可以直接吃了哈。嗯，可以，等把它打开就可以直接吃。嗯，有点回甜回甜，还脆啊。嗯，特别这味道很特别。嗯，哦，这个榛子在我们凉州这个地方，山上到处都是，如果想吃朋友，就来。